谦儿，小谦儿，老谦儿，干啥呀？我都下了火车就让你给薅过来了，你我也没弄明白，你就给我松开行不行？我答应你，我肯定不跑，行不行？不嘛，陆哥，你是不是又长个了？没长。太好了，千万别长了。我现在看你看时间长了，都容易翻白眼的。哎，你快给我松开吧，这都起痱子了。你就告我，今天你给我弄来，到底是啥事儿？陆哥，好事儿，咱们社区保安于小脸说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一定要在今天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。那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和你有关系啊。怎么呢？你是不是踢球的？对呀。球是不是圆的？对呀。你踢地那么好，说明你脑袋转得快呀，聪明啊。不是，我球踢得好跟脑袋有啥关系吗？没听过那句话吗？把你脑袋摘下来当球踢。这小时候我倒是听我爷这么讲过。不，但是你有点误会啊，我呢是守门的啊。告辞，这事我帮不了你。陆哥，小倩儿啊，小倩儿，小倩儿，这是你说那朋友不？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个，不，你是于小脸啊？干啥？真是你呀、啊！你就敢穿这出出来？别吵吵，吵吵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，你懂啥呀？这是2017年最新流行风，混搭风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跟我说实话。早上出门太着急，把我爸衣服穿出来了。但是这衣服很合身啊，特别这袜子贼跟脚。你还能不能行了？行行行行行，过来过来过来。这就你跟我说你那朋友于小脸啊？啊，你这忙我帮不了。咋的呢？不是，你看我啊，是踢足球的啊，他足球是圆的吧？对啊，你看你朋友那形状，他这样式的。我跟你讲，你赶紧找一个橄榄球运动员，兴许能帮上你。我得走了，陆哥，我真帮不了。你说我是在这整个造型，你俩吵吵什么玩意儿？这谁呀？啊？咋的了？别说话，别说话。哎，我认识你，他就是天津不健全足球俱乐部的足球队队长张璐，是不是？于小脸，咋的了？是健全，天津健全。哦，是全健，全健，天津全健。你看你激怒啥呀？你是队长。全健健不健全的你定行不行？啊！哎，干啥呢？你这咋的了？你这是太激动了 啊！特别激动啊！你咋出来了呢？啊？你这时候不应该在电视里面踢球了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看这玩意儿，说出来就出来，多神奇啊！不是我啊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知道你压力大，你知道吧？遇到什么难事儿，现在我劝你马上回到场上去。场上不能守队员呢。哎，要脸要脸啊！回哪去啊？咋的了？他是我叫来的。你叫来的，帮咱们忙吗？王胜，你过来。帮什么忙啊？你不说今天要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吗？他过来是帮这忙的？对呀、啊。哎呦我的妈，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些你都跟他交代清楚了？那是必须的。小倩你干得漂亮啊你啊。哎呀陆哥。哎呀，感谢啊，感谢，这家球都不踢了，从电视里蹦出来帮我。你看这玩意儿啊。哎，这个局面啊特别完美、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，俗话说得好，三个诸葛亮顶一个诸葛亮。那是三个诸葛亮顶一个臭皮匠。什么玩意儿？那是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。你是队长，几个诸葛亮你定。对对。
看着没？嗯，要是帮忙的话，他多少有点紧张。我开导开导。对对对，陆哥，哎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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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你放松，你别水当尿裤的，你站直了。对，不要瞧不起自己啊，明白了吗？还啊，你就是个看门的，我小区里面站岗的，咱俩不都是看大门的吗？是不是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记住了啊，咱们这个职业很光荣，咱们这个职业很伟大。我跟你说，咱俩不是同行，我都不能告诉你。哎，你这一说，我就无力反驳啊。不用反驳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明白了吗？接下来的节奏我带动你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